北宋即使在极盛的时候，它的疆域也不如唐代。北边有辽国，西边有西夏，到南宋呢，就只有半壁江山，北边就是金了。民族矛盾始终处于整个宋王朝的主导地位。宋代的士大夫啊，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南宋呢，尤其是散文的中心主题。宋代的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强化，特点之一就是重文轻武，优待文士，跟唐人所说的宁为伯父长，胜作一书生那种尚武精神不同。门阀士族在唐末的农民起义当中被摧毁，庶族地主成为统治阶级依靠的力量，科举制度更加完善，取士之多，迁升之快，俸禄之厚，都是空前的。唐朝人中了进士要等好几年才能做官，宋代就不需要。宋代散文家总的说来困顿的少，显达的多，就是做官的多了。宋代的文章呢，怀才不遇之作啊比较少，跟隋唐不同了。在北宋政坛上呢，有党争，实质就是革新和保守之争。南宋呢，也有党争，主要是抗政与妥协之争，许多散文家都转入其中。这个比唐代后期的牛党李党那个争啊更为复杂。宋代的言论比较自由，宋太祖曾经立下规矩，刻成碑，立着碑就告诉儿孙呢，不得杀士大夫及善书言事之人。宋代的官僚得罪，也就是贬官呢，从中央排到地方，排到很远地方去，不是像汉魏六朝那样动不动就杀头。汉代尤其是杀人杀的厉害，唐朝也是很残酷的，特别是武则天时期。那个宋人就不是这样啊，他比较宽松，都深受文人的思想，他比较活跃，爱发议论，尤其喜欢谈兵谈军事，往往非常大胆尖锐，散文是发议论的工具，诗词赋也发议论。宋代的思想文化呢，相当的开放，儒、佛、道进一步的三角融合，旧的儒学吸收了儒、佛、道的东西，演变为新的儒学，人们称为道学或者理学，继续沾到思想文化的上主流，并且越来越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禅学本来是佛学的一派。到了宋代呢，就几乎成为所有佛学的代名词，其他各派衰落，禅学一直独盛。但是到宋以后呢，没有新的发展。道教从南宋以后就分化为传真道和正义道。传统的经学呢，由汉学发展为宋学，由重考据啊训诂发展为重义理，开一代新风。宋代的文人多数就是学者，精通经学、史学、语言文字、经史学，有的人还兼善书法、绘画和音乐，而以学者著称的人呢，也能写文章，能写诗。所以后人认为宋代是一个人才辈出、学者众多的时代。宋代的城市经济空前发达，
市民文化已经形成。那唐朝的街道啊，那个店铺啊，不是开着朝大街的，要做生意要进巷子里头。宋代呢，那店铺就朝大街，大家看新闻上头就知道，是经济发达，商业发达。这样，一个城市经济和市民这个队伍呢，就直接刺激了词的繁荣和小说戏剧的产生，这个最初就是满足私人需要的，间接的也影响散文。民办的书院崛起，有些散文的选本，也就是书院的教材，印刷书活字印刷改进，刻板印刷更加精密，还有书商，专门的书商出现，这是加快的文学作品的传播的速度。这苏轼的文集在边境刚刚出版，他的弟弟苏辙到了辽国，就在那里看到了，很快了。到南宋时期呢，一些重要的政论啊、奏章啊、什么发表不久，很快就被印刷传播各地，各地人的争读又快，这个就像现在的报纸一样啊，当然没有这么快了啊。苏轼的文集别集很多，总集规模很大，都远远超过唐代。这种现象除了市场需求推动之外呢，主要还得到了朝廷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总集，那朝廷出钱了。宋代的文学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以诗而论呢，是可以说是南北并举，歌敛风骚；以词而言呢，南宋是略胜于北宋。就散文来看呢，北宋是大胜于南宋。至于小说戏曲呢，那是萌芽于南宋的新问题了。北宋初年，国家统一了，社会比较安定，经济也开始复苏了。一部分上层的士大夫醉心太平，歌功颂德，超花弄月。晚唐五代以来的那个浮艳文风啊，不但没有纠正，反而更加发展了。同时，大官僚、大地主兼并加剧，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暴露，政治派系的斗争日趋尖锐，而一些中下层的士大夫文人感慨国耻，身怀国忧，政治上要求革新变法，文学上提倡反映现实，对于侵法浮靡不切实用的文化现象、文学现象频频开展批判，于是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二次古文运动，出现了中国散文史上又一次高度繁荣。北宋古文运动比唐代古文运动要长一点，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就是太宗至真宗时期，是酝酿时期，大约呢六七十年。这个时候
简体文还盛行，沿袭是五代的余风。陆游啊，在他的著作里回忆说，国初尚文选，就是开国初年呢，推崇文学，当时文人呢专门研究这本书，所以啊，说草呢不说草叫王孙，说梅呢不说梅叫伊始，说爷呢就称为万叔，说山水呢叫清辉，现在话就是故意拽文了，就当时风气，代表人物像徐玄呢、赵灵基啊，他们的文章呢，竹对金切，字意深密，对偶啊很近。精确，可是繁复庸常，不达体要，文章写得很长。这种文章呢，是适应当时的政坛文田武熙的时代需要，但是引起下层知识界的不满，反对者有一批，比如柳开。这个人呢，25岁就中进士，前程的很快，但是他不想做官，要做圣人。他从小呢就喜欢韩愈、柳宗元的文章，他给自己起名字啊，一个叫监狱，一个字少元，监狱就由韩愈比肩呢，少元就是继承柳宗元了。他重新举起尊韩的旗帜，主张重道之用，宣扬教化，崇朴善散，反对当时的所谓五代体，五代体是有问题了。他说啊，说古文者非在辞色言苦，使人难读诵之。什么古文不是叫人读不懂了，在于古其理，高其义，随言短长，应变作字，通古人之形式，是为古文也。古文主要是要讲古代的道理，做事情要和古人一样，至于语言呢，要是该长就长，这叫古文。他反对当时那种艰涩的古文，这是他理论了。至于他自己的实践呢，他写这个文章也是辞色言苦，不是古文啊，读不懂，读不通。另一位叫王禹偁。提倡忠经复古，写传道明心的古文，他强调韩愈文从字顺，他的文章呢平易近人，风格清新悦目，他的成就很高，他跟刚才说的柳开不同，柳开的文章写得不好的。关于王禹偁的散文成就啊，我们等一会后面再讲。这个时候还有姚玄，他也是古文家啦，他选一本书叫《唐文萃》，他在文章方面呢，只选古体文，不选骈体文；在诗呢，只选古体诗，不选近体诗。这些人影响都不是很大。这个姚玄自己的文章也写得不好啊。再稍后一点呢，有杨毅、刘云、钱惟言这些人出来，他们的文章形成一种叫西昆体。西昆体是包括诗文在内的，不是单纯的文散文体。这个时候呢，骈文就进一步流行。杨毅少年成名，是个神童啊，这个当了翰林学士，就是在皇帝身边呢。他的为人和为文呢，受到欧阳修的称赞，这个人不坏的。他的文章是以骈体为主，既有那个浮华篡俗之作，也有平易自然、只是造实、给古文相近的篇章。
这个刘云钱惟演的文章呢，也是讲求辞藻之美，讲究用典之繁。这些人的诗呢，是专门学李商隐啊，从李商隐的诗直接摘取一些句子放到自己的诗里头啊，或者文章里头，这也曾有风气，所以当时人们就嘲笑他，他们专门在李商隐那儿盗窃、剽窃。稍后一点又叫母修，他批评骈文当中的章句深奥，鼓吹为道而学文，他还自己拿钱刻印韩愈、柳宗元的文集，刻了好几百本，自己背着书拿到开封最大的市场叫相国寺，到那去卖。这相国寺现在呀，在这个河南开封啊，现在还有了。这个杨毅、刘云他们写的那个骈体文，天下的人都学他，只有这个木修啊读一古文出名，不学他。可是他的文章写的并不好，虽然呢这个文同字顺，但是平板笨拙，当时叫做平文，也就是古文呢。以上我们举的这些人，他们在理论上并没有提出新颖切实的见解，又重道轻文，除了王宇春以外呢，他们都忽视文章的语言形式，所以他们虽然说是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但是却发展了唐末古文运动的后学者黄埔士那一派的怪癖作风，以及李敖那一派的道学气。不少人的文章艺术性不强，甚至读也读不懂，比骈文还难懂，因此这样就不能够改变骈文复辟的局面，反而造成了新的不良倾向。因为这些学古文的人呢，都是太学当中的教师或者是学生，他们的文章就形成了一个太学体，这是第一个时期啊。第二个时期就是仁宗哲宗时期，大约40年，这个时候古文运动就逐渐成高潮了。这个古文运动是和当时的政治革新运动配合的，那当然叫庆历革新。政治领袖主要是范仲淹，文坛领袖呢主要是欧阳修。他们所批评的第一是骈文的形式主义，也就是西昆体的余绪，就是刚才举过的杨毅、刘云、钱惟演那些。第二就是太学体，也就是学古文但是学坏了读不懂了这个叫骈奢派。范仲淹推行叫做庆历新政，其中就包括了复兴古道、改革文风的内容。他曾经上书皇帝请求旧文弊，就是挽救文化和文学方面的弊病，批评当时的风气呢是不追三道之高而上六朝之兴，不学三代而学六朝，建议皇帝呢要复兴古道，以救诗文之弊而后起风化，这是要复古了。他对杨毅并没有否定推崇，他指出呢，在杨毅之后有人学他
学坏了，专门使专使早失破碎大牙啊，乏味古道不如今用，飞而复学的就人不学古道很久了，所以他很反对。他在政治上地位很高，文学上也有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呢，古文家就大批涌现啊，互相唱和，互相支持。比如说李构，他要求文章啊要精致啊，反对泥古或者是雕刻啊，早诗啊，追求华丽啊。这个人诗写得好，文章比诗更好，他和尹朱啊，就尹思儒了，他政治上是支持新政的，提倡古道，摒弃骈文。他写作呢是诗约礼敬的古文。这个人还喜欢谈兵，谈军事。更有名是苏舜钦，他认为文章的目的就是要补诗旧诗，就是要为社会服务，反对以早立为生，专门讲究形式，他提倡道德圣而后文章正，只有你宣扬的道德品质，只要这种吸引人，你的文章才能够影响大，就是先内容后形式，重内容呢，更重内容呢，但他也不轻视形式。他跟欧阳修是好朋友，后来受排挤就回到苏州修这个沧浪亭，还写了一篇沧浪亭记，这几个题目就是从孟子的那个啊，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就是个民歌，他来做自己的行的名字，这篇呢很有名的。现在呢在苏州呢把这个地方呢辟为一个公园，是很漂亮的，向游人开放。基本位置就是苏舜钦死害的那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叫石诫，他就是专门批评杨毅，说他醉风月弄花草，丧圣人之道啊。这个人很狂，但是文章写的不好，所以欧阳修说他自诩再高，底子太过，就是把自己吹捧得很高，对别人批评的过分。欧阳修呢，他在理论上是进一步发展了韩愈的主张，解决了当时现实提出的一些问题。在创作上，他以他自己的辉煌成就丰富了古人，丰富了古文的艺术技巧，使他写书中更惊人的业绩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他有些是有意思的把诗文革新运动跟范仲淹领导的政治改革运动结合起来，使散文、诗歌和文学理论批评都密切地结合现实政治斗争，从而把运动引向更加自觉和更加深入。又利用他自己主持科举考试的地位，严格规定应考的文章啊，必须平实的散文啊，不能用骈体文，而那个古拙的太学体他也不取。后来有人提到啊，他在做这个科举考试的主考官的时候啊，对于那个所谓太学体呀、都勾掉不取它，这阻力很大。一些被刷掉那些人呐、那些考生啊，就聚众闹事，就专门等着欧阳修出门的时候，聚集在他那个车马前面呢，就是吵吵嚷嚷，连那个警察也制止不住，当时不叫警察了，叫巡逻兵啊。可是欧阳修呢不理会，那坚持原则不动摇。对于朋友当中的一些人写那个太学帖，他也批评，他同时大力的讲义后进，提举新秀，就是提拔新生力量，像苏轼啊、苏辙，包括他的父亲苏洵，以及曾巩、张载、二程啊、陈寅、陈浩，都是他的提拔的新秀，可以说就是学生了，而且团结了一大批朋友和诗书弟子。
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庞大的古文写作队伍，这个影响不断扩大，古文运动终于在他的领导之下在文坛取得了压倒的优势。这是第二个时期。